家平安。安尼有听到无？啊，感谢主，咱特别感谢咱八里区区长啊，彭志宏牧师啊，伊诶真好诶安排。嘛，感谢咱克安牧师诶同意，互咱今仔日啊有机会通做阵礼拜，就是有咱阳明教会啊，甲护工诶荣耀教会诶长老甲团队。啊，做阵来到咱中烈教会，我想咱有机会会当听见阮教会会同工啊分享，伫咱开拓事工的顶面会欢喜，加真侪信者会见证。感谢主，咱中烈教会会当接纳阮做阵伫这个时刻来到伫咱的中间。我记得顶礼拜四的时候，咱有参加。读册会，客家牧师嘛伫中间，啊有听见伊有讲到中烈教会最近咱一连串在分享的啊主题，就是有关基督的教导啊甲操练。啊，迄当阵我就想到讲，三礼拜前有定的这个题目吼，我感觉真适配吼，有符合啊基督啊这方面的功课。所以今仔的题目是讲基督的言语甲行动。都有啊，一个注解讲，义怒加饶恕，吼，这是意思。咱知影基督徒的基督啊，就是需要有进一步的行动，不是只有基督的言语那点。咱需要有基督的行动，才会当有气力。咱早起时啊，那是只有鼓励咱兄弟姊妹来关心啊，护工还是。咱讲好，啊，搁有稳定教会，才会开拓的事工，传福音的动工。咱需要有奉献的行动以外，咱也要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咱做阵来参加学习其他的功课。好，咱当想到为什么啊？咱的教会、小会、会员、合会啊，包括阳明教会，还是稳定教会。为什么决定要开拓这些奉主的名设立主会在独家有讲的这三个地点？我相信咱拢会当同意，这就是传福音的一个真要紧的行动，是为着要洁净这个社会人心，包括洁净圣殿，也是今仔日的教会。亲像今仔日的主耶稣，伫圣经的中间，咱看见伊为咱点示了两个强阁有力，会当洁净生命的两种气力，就是相对的两种力量。一方面是公义的愤怒，一方面是彼此的饶恕。今仔日耶稣伫圣经的中间，咱会当看到马可福音在一章内面。伊有祈祷的言语，主耶稣嘛有实际的行动。整个的在一章中间，咱也当看到主耶稣要教导咱有真多其他有关祈祷操练的功课。总是咱要邀请大家，咱先来看一个一条歌的一个歌词哈。这个歌词跟咱讲什么？这是九月七十，咱伫网络顶面看到。香港的一首诗歌，这个歌词里面在讲啥？在讲为什么？这是广东话，咱小可甲试看卖安怎翻译做台语。这个土地哪会在流目屎？哪会真侪人这么愤慨？仰起头，无搁点点，喊话的声响亮，希望自由归伫这个所在。为什么？这个惊吓七未走，为什么？这个信念拢无退后，为什么火在流，总是迈进的脚步声响亮？建设自由光辉的香港，在暗星坠落、摇曳的透明、茫雾中，真远的所在有本来哨角的声音，保护自由，大家做阵聚集来吃。全力对抗，勇敢智慧，永远袂无去。
黎明要到，要光复这个香港，同行的儿女为着正义的时代革命，祈求民主甲自由，万世拢无改变。我愿用光归香港。咱等一下有时间，咱会看到这个诗歌的影片。总是要邀请咱会当下来分析，先来客观分析看卖这首歌曲的内面，咱是不是会当有啥物款的了解，然后佫进一步去甲体会这个歌曲中间的心情是安怎？啊，迄个愿望伫倒位，是不是真有力量？咱等下听起这个诗歌，咱是不是当体会到迄个公义的快乐伫内底？总想要邀请咱，伫早起，咱嘛来思考这条诗歌的内面，敢有欠缺上帝爱咱去啊，得到鼓励一种的生命态度，是不是内面有饶恕的这个生命态度伫内底？咱拢会当为这两方面来思考、来体会。咱知影这首歌是对，是咧回应六月初九。对六月初九圣神降临节开始以来，伫香港侪侪人行伫街路，嘛有包括侪侪教会领袖伫这中间。所以，咱会当看见几啊百人啊，几啊百万人行出伫街路里，因心中的情绪，是毋是伫反映一种公义的追求，还是？在反映一种上帝疼的一个祝福。咱想到台湾，咱知影伫龙潭的所在有一间大公司，啊，伫九月十九的时阵嘛，法院来宣告破产，啊，报纸写讲有积欠工资12亿，啊，阮阳明教会真感谢主，嘛有机会伫这公司上班。啊，不过最近啊，有一位已经有找到新的头路，嘛真好诶，上班的环境。总是新闻讲啊，原来老板伊积欠的这些工资啊，伊需要还，那无呢就爱坐监，啊，搁爱全民买单，就是咱啊国家的税金爱来支付。所以咱呐看起这些代志，是不是咱的心中，咱买欠来感受到迄、那个？公益的愤怒，还是愿意彼此下面。今天你的主题啊，邀请咱来注意，迄、那个上有权力表现出愤怒的耶稣，伊却邀请咱详细来学习这个饶恕的生命态度。主耶稣正做咱的典范。哦，咱小可会当小可想象一下，当时咱拄则读的圣经马可福音11章。耶稣，伊是伫圣殿的外，伫这个外邦人院，迄嘛属于圣殿的一部分。伫遐创啥？共鞭打，共椅仔车倒。耶稣是毋是真受气？咱看这个图画内底吼，迄、那个耶稣的面容，敢那也无遐尼受气吼。不过伊的动作，咱知影心内耶稣的心情。耶稣伊有受气。唔过，伊过顿工礼拜二早起发生啥物代志？耶稣继续伫这个圣殿的外口咧教示伊的学生，教示啥？爱饶恕。讲你祈祷的时阵吼，站伫祈祷的时阵，然后想到人啊得罪你，你就爱赦免伊。哎，安尼耶稣伊的心思是毋是有小可混乱？当耶稣在讲冰岛，在讲伊啊车倒的时阵。伊是毋是已经有担心下面遐个伫圣殿内面做生意的生意人？耶稣伊是毋是有前后矛盾？耶稣的意思是毋是教导咱讲，咱需要担心下面别人，然后再去甲把对方甲鞭打、甲车倒一样，再个邀请对方嘛来原谅咱？我想这是一个真奥妙的信仰功课。唔过饶恕，咱确实会当把握，是咱基督徒一生爱学习的功课。所以，咱看这个耶稣伫圣殿做这项代志，这幅图面的是
咱知影这是耶稣受难周的第二天，就是礼拜一的早起，在这个圣殿发生的事。咱嘛要继续想，耶稣伊在讲爱赦免，哦，甲这个，甲这个圣殿内面做生意的啊，生意人甲伊赶出去，哦，是不是有冲突嘞？好了，那么，哎，咱真紧过一摆，邀请咱大家对今仔日的圣经，哦，马可福音十一章，咱真紧来看。咱就当看第一节到上落尾33节，不过咱就当跳来看，因为咱知影这个啊，受难周发生的事，可能咱拢有印象嘛，真实。第一节开始跟咱讲，耶稣伊甲学生啊，要到伫耶路撒冷城啊，到伫这个伯法基甲伯大尼的尽头，就是伫橄榄山的所在啊。耶稣有准备。伊要来参加这个犹太人的半过节，所以伊准备安怎？要用一种胜利的姿态，要徛伫路亚的顶面进耶路撒冷城。耶稣伊这个刻意的安排，是要表明伊家己的身份，就是弥赛亚的身份。伊虽然知影这款胜利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参加半过节。这也引起了犹太人，特别这些领袖对伊采取敌啊对敌的行动。不过耶稣伊却要安尼做。咱会当看见伯法基，就是伊原伫伯大尼的附近啊。伊原文意思是讲无花果树的厝啊。咱会当看见伯大尼呢，就是伫橄榄山的顶面啊，亚罗萨岭城的东边。就是对于这个上东边，也是讲小可东北的方向，这亚利哥城真低的所在，要起来到伫亚罗萨岭，最后一站就是伫伯大尼，就是马代、马利亚啊，甲拉萨路因住的所在，距离亚罗萨岭3公里的距离。哦，咱来看去，橄榄山就是高有820公尺。比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较高60公尺，不过就会当看了真清楚，这个圣殿的辉煌伫耶稣当时。所以耶稣伊甲伊学生讲：“你去牵驴仔来。”啊，若有人问讲你要创啥物会，你就甲因讲主要用伊。咱看，伫遮过一摆，耶稣表明伊家己是以色列人的主。伊表明伊是弥赛亚的身份。继续第7节、第8节，咱看见侪侪人就将遮个樟树枝啊来铺伫路呢，要予耶稣徛伫路啊顶面来行。遐樟树枝，或者甲咱讲啊，是对真远即个亚利哥城遐来摕过来。咱看见即行后队人拢在喊话：“何山呐、啊，何山呐、啊！”奉主名来的人应该得到称赞。何山呐、啊，何山呐、啊！亲像咱拄只伊的信息，细汉囡仔的朋友，主耶稣，何山呐、啊，何山呐、啊！迄是一个喊话救命的意思。虽然后来，相对嘛是一种彼此啊鼓励、俄罗斯的一个啊一句话。不过，原来的意思是咧讲上帝啊，救我，救我！包括讲上帝啊，救我！脱离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所以咱知影，逐摆这个半过节，罗马政府的兵丁拢真紧张。行了这个受统治的这个犹太人，因是不是会叛乱，还是出代志？咱看圣经继续落去啊，有到伫第10节，伊原予咱看去犹太人伫期待弥赛亚的国度会当来临。看见耶稣已进入了这个圣殿，到底这个圣殿内面周围拢个看过一摆，圣经讲已经暗嘛，伊就甲12学生出城往伯大尼去。耶稣伊四暗，或者讲应该是拢去到底马代马利亚的厝。哦，这个圣殿是一个真辉煌壮观的建筑物，或者甲咱讲有15层高。的这个圣殿，咱会当想象当时耶稣伫什么所在，伫这个所在咧做什么代志？
我们当想想耶稣在圣殿里面他如何又在教导他的学生还有这些犹太人，我们看见十二节圣经说第二天这是拜一，他们对伯大尼可能对马大马利亚的厝出来，耶稣肚子枵，我们记得马大是不是很好料理很好煮食，是不是有吃早餐，我们耶稣是吃不饱，吃不饱所以这脾气不太好，才会怎样才会对那个无花果树来说一些话，说什么话，说对他以后不过有人吃你的果子，对他以后不过有人吃你这种无花果树的果子。圣经有跟我们说无花果树那当时就本来就是没果子，这样耶稣是不是强人所难，还是说对这个无花果树没什么正确的这个想法。不过学者也跟我们说无花果树在这个半季节的时候三月四月应该是刚才在叶子到底六月规张树拢叶啊生了，啊再来开始结果子。啊，不然我看到的这张无花果树嘞，已经生足侪叶啊，所以啊，这个理论上生足侪叶啊了后，应该爱有果子啊。那你当安尼来理解，来了解讲，耶稣无论安怎，伊就是用这张无花果树做一个审判的譬喻啊，就是讲。人应该爱有伊本分的责任，像是耶稣爱用这无花果树做一个实际例，教导伊周围的学生讲，咱的祈祷爱有信心，祈祷是有困难的，祈祷的言语是有困难的。继续，咱看伊十五节，有讲到，遮个圣殿内面在做生意的是虾米人？有叫做卖婚嫁的。有这换钱银的，耶稣为什么生气？为什么把他们都恰恰把他们赶出去？因为耶稣看见这些做生意的人的所在，他们吵闹，还是这些气味真地高，妨害了外邦人要来到圣殿敬拜上帝的机会。那个气味有可能有羊，还是有粪鸟。那个气味可能比咱的新国市场，还是这个新民市场，还佫较重。耶稣，伊毋是讲袂当做这个代志。耶稣看见这个生理的人在北舍送香的人，为甚物袂分教？分教就是让送香的人因会当来献祭。因是毋是会当伫别个所在？比较会当好。外邦人有缘会当得到上帝的应允，亲像伫圣经的内面，上帝有应允外邦人会当来到伫圣殿敬拜上帝，爱予外邦人有机会有安静的时间来亲近主，来祈祷主。同时，圣经有人讲耶稣就是禁止最侪人对这个圣殿外邦人的中间经过，为甚物？大家拢提气库对这个圣殿敬拜的时阵，就是讲对橄榄山要来到的亚利哥城这条路较近对圣殿的这个外邦人伊经过较近，唔过较近就是影响到别人敬拜上帝的机会。主耶稣的心咱是不是会当体会？主耶稣讲，咱的祈祷爱有信心，若心内无犹疑。就你对这张这座山讲，爱刷到底害你，伊嘛要成就。耶稣讲的这座山是叫做什么？就是橄榄山吼。阿姐跟咱讲，咱伫橄榄山顶面会当看到远远的西海，所以迄个海唔是地中海，是西海。我记十几年前有机会到底这个圣殿的时，到底橄榄山有一个希伯来大学。希伯大学边有一个景点，会当看到西海真远真远的方向。所以耶稣伊咧教导学生祈祷，是一个真深刻的实践。咱的信心是毋是当大到这个程度，从看会到的这座橄榄山，刷到伫西海遐尼远的所在？
耶稣第二条五节上重要，咱讲祈祷的时，爱记得彼此赦免。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咱若献礼物，到底这段时想得俗，想得兄弟啊，伊恩咱有埋怨，咱嘛爱礼物肯的，先给伊好好。阁有第二十八节，麻烦咱想到耶稣咧教导啊，关于祈祷的代志啊，因为这市长各家的长老在问耶稣，你是有甚物官兵做这的代志啊？那将这的物件拢查到？耶稣甲因讲，惊死的约翰的官兵对倒来，恁先回答，我再甲恁讲。虽然耶稣尾也无讲，不过咱知影耶稣的意思是伊的官兵对。上帝天顶来，不是只有在人的中间。当然，咱知影即马伫民主的社会，咱一方面基督徒爱学习谦卑，领受上帝予咱天顶来冠冕；一方面嘛，会当尊重咱周围人的想法，也是因的立场。然后安怎样努力来迈进，到底上帝所欢喜迄个水学习的目标啊？咱。真紧在看的时阵，咱就当整理。拄则咱读的圣经，啊，可能会当看去五方面。圣经咧讲啥？圣经这段圣经甲咱讲，讲啥物呢？讲吼，受气啦，吼，耶稣有受气，吼。不过，咱会当想讲，受气有几种程度，吼，可能啊无注文着，吼，啊无啥物紧张，袂流汗，这是一种。啊，过来咧，小可会小可受气啊，吼。啊，过来第三种啊，亲像到尾共加进前个拗拗念吼，哦，迄当阵会受气，佫较大一丝啦。啊，也是讲即下鼻腔呛咽，啊，也是第五啊，心狂火刀吼。咱拿物件放屁，也是讲塞车个时阵吼，咱个心情安怎？吼，也是讲咱有听见甚物新闻，吼，有甚物啊歹个代志，咱个心情安怎？啊，到底甚物程度？啊，主耶稣伊毋知到底甚物程度？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圣经又跟我们说，耶稣他真的有把人倒啊，以后都吃倒，又把人赶出去，这个赶出去的时候，耶稣他亲像什么？是不是无可奈何的政治家，还是这个人单势薄的一个改革者？我们看起耶稣无奈的中间，一种这些刀啊椅啊拢扯倒，咱阁看到啥？这圣经的内面，跟咱讲耶稣伊这个动作是一种反应。啊，耶稣的反应到底是不是有超过？咱今仔日吼，敢会当伫遮跌倒，还是甲这些教会物件拢甲扯倒？咱可能会当体会耶稣是不得不吼，在无奈的中间所做的一个反应。吼，第四，咱看见圣经有啥物代志？圣经讲，现在这市长就开始找办法，要来杀害耶稣，包括经学书，包括在长老。为什么？咱当看见讲，因为耶稣侵犯了因的地盘，侵犯了因的权威，啊，佮暴露出因的身份，亲像贼手中的贼。耶稣破坏了因做生意的这个事业。第五，咱看见圣经的内面。耶稣开始洁净迄个所在，当时的圣殿。耶稣今仔日是毋是嘛要洁净咱所徛起的所在？咱徛伫中立，有公所，有学校，有在实践的刊物，也是网络、教会、新闻、报纸，咱的房间，咱伫祈祷中求主伊的圣神甲咱光照。所以伫咱基督徒的生活中，咱要安怎样回应这段圣经的事？啊，咱是不是想着讲，如果上帝那是爱咱，买单还是耶稣，看到无公义的代志，会当勇敢站出来的时，哈，你的反应会安怎？啊，你是不是点点亲像波斯猫拢白反应，还是讲你的黑白反应？哈，亲像一只牛哈，走到伫迄个卖肥鸭的店，啊，四界撞，拢拍了了，还是你的？知影讲上帝嘛爱咱基督徒做一个冷静、有智慧的政治家，还是政治人物，无黑白放炮，无黑白开枪，无亲像这个闹剧中间的小丑啊，
我们可以想什么时候你会采取你所谓的祈祷的行动，是不是如果有人威胁到你的利益的时候，你就会出声，还是你的朋友遇到事情了，你愿意替他来说话，还是你所相信的这个道德原则被违反，你就会站出来，还是你体会到真正上帝对你说的话，你虽然困难无真多，总是你感觉会当做出一个改变，你就站出来。真就伫香港，人的困难是何等的比例，但是甲只军队、甲只公权力来讲，实在是真比例的困难。不过软弱的人，咱的手机啊，还是手电啊，拿出来，伫暗时的时阵，有几啊千人、几啊万人聚集。那个暗时的情景却是非常的水，非常的灿烂，很像泉州的亮灯。有主帮助咱，让咱来想，安怎样会当在咱读圣经了、祈祷了，有适当的行动，安怎样做，会当安怎样唤起这个社会的百姓，更加有公平正义感，会当安怎样在教育的顶面来。对人心开始改变，改变法律是愈改愈进步，还是愈改愈退后？亲像伫香港，真侪人那会紧张，要改变一条法律啊，尔那会遐尼侪人徛出来街路，还是你感觉讲啊，在背后默默啊，要点点工作就好，还是你讲啊，趁机会哦，来当共变道，我嘛要亲像耶稣共变一个，我想。咱会当来祈祷，希望予咱的教会啊，甲咱阳明教会还是啊稳定教会同款，咱拢知影上帝爱咱，继续伫咱的所在传福音，做开拓的事工，会当安怎样做去关心需要的人，甲社区的这意见的领袖有交陪，还是安怎样拄好参与伫这政治的这个行动的小队。譬如说民意代表的这个服务所，还是这个社区协会的这个志工的队伍里面，我们上帝鼓励我们，在我们看到耶稣在圣殿所做的事情，我们不会记得说要学习这两项事最要紧的勇敢，还有愿意彼此下面，还有会记得马可福音其他十一章里面至少我们能看到五种的提醒，关于祈祷，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领受上帝给我们天理的冠冕，有信心信靠主，有疼心关心那些善恰的人，无自私自利，也亲像主耶稣，他有一个弥赛亚的受苦的形象，基督徒是不是要准备好愿意受苦受难，愿主引带我们，等我们等一下听起咱教会的同工分享的见证，关于传福音开拓事工的喜乐，咱也要邀请大家为着这三个教会开拓的这些同工，因的辛苦、因的折磨，还是因的这些最最挑战，来三体祈祷。咱要像咱等一下所要念的圣诗。638首，咱就欢喜的声，这个歌词会变得欢呼来感谢，因为上帝要继续洁净咱的性命，嘛要通过咱的传福音，帮助这个社会人心会当得到洁净。愿主引带咱，成为一个好的果子，通让主欢喜来修行，修行进入伫上帝厝内，伫上帝。教会里面